好，那真正的坦白讲，我的生命从出生到生病这一刻，我真正我觉得最轻松最放松就是在这一年，在104年的八月开始化疗，一直到隔年这样，我真正最轻松。因为我们的年龄成长过程不是那么好，所以一定是一直在工作，然后到做业务了更是认真工作。那真正这一年多轻松啊，我只要住个院，然后我就回家，我出院第一个动作不是回家，是到公司去看看，有没有什么事要做啊，有没有什么事要处理，跟同学聊，跟朋友聊聊天，同事聊聊天，然后吃个便当，然后我就才回去休息。那回去休息做什么？一定是追剧嘛，一定是看看电视嘛，一定做这些事嘛，哈。时间到了，饭就好了，这样就晚餐，因为我有个贴心看护，好，所以就是一个不输。皇后的那种，我觉得啦哈，还不用管六后宫，太麻烦了哈，勾心斗角。好，那好，再来快好，真正重点我要讲的是，那如果各位稍微可以理解，这个保险不是要花钱，还真的是为我们未来的真的不巧遇到的时候，心情可以好一点的准备的话，何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哈？一定要买，但是。怎么买，找谁买，这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好，毕竟保险太多家了哈。然后我讲一下一个重点，跟癌症直接有关系的，就是，最高那个是我首推。如果有需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要买齐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是分批渐进式的哈。那有所谓的轻重缓急，我个人最重视的是最上面那个实支实付型的医疗险。这个商品呢是。任何毛病都可以，不是只有癌症。好，那癌症当然就是生病的一种而已哈。所以，那它的针对病房费、手术费、针对杂费、针对Lily Coco、针对陈医师说什么要钱、什么要钱，都说好，你就说好，好，好，因为这些钱都从这里来花的。好，那这里很重要，再给各位一个资讯：过去很多保单事业都要正本收据，哈，正本收据。你们过去买的里面可能有正本有副本，那现在坦白讲，坊间也还有在卖副本。直接拿副本，就是说你现在去买，然后未来如果发生事情了，副本就可以了，你不用给他正本。那副本只有一份，副本可以多份，哈，只要付工本费就有了。到医院拿副本，那如果你可以在家买一点副本，这个，那第一个正本就是当我们的，它是补偿而已嘛，花多少赔多少嘛，这叫补偿而已。但是副本就成为我们休息这时候的一个津贴了。其实坦白讲，我们。有一些在医院发生的费用并不是医院开出来，但是有没有真的花比较多钱，在医院的时候通常吃的就比较赶。我有一次我请我助理去帮我买水果，他一次买回来花了快500耶，我说啊，吓死人，三样水果快500耶，一真的把我当皇帝在侍奉，这样买那个都一串葡萄说100多啊，吓死我。就是行情，我要讲的这就是行情。好，那我讲说是真正开销很多的，哎，有些人我个人没有这个问题，有些人是又有癌疲惫，又要吃什么福西安酸，又要什么的，那些都要钱，那些都在跟保险没有办法给付的，那这时候就要用副本的这个，它就是一个坦白讲花5万拿10万，另外5万就当成我们生活费要用的，这样好吗？还不错，不要说好不好，我们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说至少我已经不再为钱而伤脑筋了。坦白讲真的很多人不是能不能治好，是有没有钱。刚刚这是廖主任说的，好，好，那再来，再来就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来就另外一个针对癌症险，所有保险公司都有在推癌症险。其实癌症也就是生病的一种而已嘛，所有病情的一种。但是特别列癌症险，是因为癌症医疗费就特别，所有的全世界的所有的主力几乎强者都，就是那个医学界的强者几乎都。人力都投入在癌症的新药医疗的一个新药的研发，那新药研发固然是喜事，但是要钱买，对吧？要钱买，好，而且越来越贵。所谓的什么精准疗法，所谓什么细胞疗法，动不动就是50万、100万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谈的都是50万、100万哦，现在都是这种价钱了。乳癌还是最便宜的哦。据我也是很高管跟陈医师说。其实还好，我觉得乳癌花的不多啊。他说那是你幸运得乳癌，如果是其他癌，你看哦，像肺腺癌、肺癌哦，很贵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真的是这样。
您生病要生对位置，好、哦、啊，当然也不代表其他位置就豁免了，我们没有得到豁免权哦，全身只有头发、指甲、牙齿，没有癌症、癌细胞，其他都有哦。我得了一个乳癌，不代表我豁免了哦。其他刚刚这样讲卵巢，我也讲，哎呦，我卵巢还在哎，好、哦，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问题哎哈、哦。那再来就是，那就因为这样，所以还推了一个癌症险。那癌症险本身就，癌症险下一页来。癌症险就这么多项目哈，重点不是后面的钱啊，那个因为各家保险公司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讲。我要讲说，所谓癌症险大概离不开就是住院一天给多少，出院给多少，门诊给多少，化疗、放疗，哈，还有手术，还有骨髓移植，还有乳房重建，还有神顾，这些是项目哈。好，再来，没有前一页，再来前一页，前一页，再来右手边，如果再行有余力，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重大疾病险一次给付。或者现在保险有另外在推出的，所谓的重大疾病是有七种，癌症只是其中一种，心肌梗塞、冠状动脉手术有七种重大疾病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，那你现在还推出，因为毕竟它范围广，所以它保费有高一点，因为它一定拿得回来，好整笔。那所以现在推出了一个单纯针对癌症，就是盖博对赌啦，就博癌症这条。我哪中奖就一笔钱给我，好，就是存在癌症，那当然钱保费就会便宜一点。如果我们自己自认为家族是高危险群，我们觉得这一块是我最怕的，好，其他的我觉得还好，那就癌症险的一次给付型，或如果行有余力重大疾病的一次给付型，这些钱不要这时候通常我跟你讲，即便那里赔了500万1000万，当发生的时候你都不会嫌太多。你同意吗？当我赔的还不算少的时候，我还是有那种当初还是买少了，然后是叫贪心，好、哦，这是人性。我这讲的真的，我想我有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有，一定是人性，哈、哦。